你要去山上还是海边？基隆海边是要干嘛？去夜市吗？嗯，因为那边奇怪，那边天气为什么看起来不大好？反正我有两颗电池。哦。呵呵，都要开车。那就去基隆好了。基隆在哪里？啊，好，基隆好像比较是绿区吧，这边是黄区，这里有限高啊，这样子有限高哦，嗯，啊，你以为我们是荒郊野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就进攻基隆喽。